大家好，我是李子嘉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有关往前丢假动作的技术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反手往前假动作的技术。所谓的假动作，也就是第一拍假，来到第二拍我们才是正打。之所以我们叫它假动作，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对方难以判断我们的出球方向。所以接下来我会为大家示范。假动作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去很多的方向，例如是往前丢、勾嘴角，还是推直线也是可以。